玄學的學問源於道家思想，是中國傳統的大智慧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，由余宗哲師傅編寫的《2011年流年運程概略》就可以幫到你了。內面編有中英文對照的兔年運勢預測、個人攻守策略、元空飛星吉凶方位介紹，還有2011到2012的通勝、每日吉凶等等，絕對可以說是玄學天書。要得到這本書非常簡單，你只要寫出五個道通天地的節目名稱，連同你的郵寄地址、郵寄、電郵或者傳真到以下的地址或者號碼，著名索取運程概略，這樣就可以了。中國武術文化博大精深，道教電視頻道道通天地為你獻上一系列中國武術節目。中國武術之詠春，由葉問長子葉準師傅為你親身示範詠春功夫。这打仗最紧要的就是姿状，咩叫姿状咧？即系话将自己嘅手同埋个装手个距离，尽量缩到最短。太极功夫点解能够做到四两拨千斤？冼国林师傅会喺中国武术之太极入面为你一一示范。佢而家攻击我，打出嚟，好快咁。我用个膊头偏身靠劲，中国武术精髓尽在无线收费电视53频道《道通天地》。想重温《道通天地》节目内容，可以登入 www.taoist.tv。道生一。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民以食为先，不过一日三餐，一年就至少食1095餐，你会不会已经食到不知食咩好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就要黐住健康好主意，无论是西餐、中餐、日本嘢、泰国嘢 ，Kenneth 都会为你献上无限好主意。无线收费电视53频道，道通天地，健康好主意。列子一书又名冲虚经、冲虚真经，是道家的重要著作。很多人相信列子的原著在西汉以后一早已经散日了，而现存最早的版本就是西晋张湛所著的。列子这部书里面包含很多寓言故事，也都有足以警世的教训，是一部相当具文学价值的著作。无线收费电视53频道，道通天地，御风而行，同你一起探讨列子的道家思想内容。十里有光照，身处困境里，相济协助与关照，得失起跌像波浪潮，世事难料，愿和谐足够了。胜负难料，切记莫炫耀，要是人负己，要学忘掉。口待人厚德再慢，自强不息。你亏欠我一句说声算了，再不计较，不好胜，不比较，为显挫折，一切变得次要。修心修得吉凶总有缘，有缘会明了。道学智慧
得到了苦困里老大笑，不可多说，不可不说，道理极玄妙，正确扼要。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我名天地之潮，有名万物之母。故上古有衣冠其妙，上有容易冠其妙。此两者同出而异名，同我之名。胜负难料，切记莫炫耀。要是人负己，要学忘掉。既宽厚待人，厚德再慢自强不息。你亏欠我一句说声算了。再不计较，不好胜，不比较，为显挫折，一切变得次要。修心修得，吉凶总有缘由，缘会明了。道学智慧得到了，苦困里老大笑。不可多说，不可不说，道理极玄妙。Sing